放进去了，看见没有？啊，这鱼怪大哟。对，怪大。大爷又洗了洗手啊。大爷搁进去了啊，大爷把鱼搁进去了。嗯。哎，大爷在找什么？我找叶子。找叶子？找水藻。你的叶子呢？你看这里。啊。哦，大爷找了块叶子啊，很了解原因啊。行，放进去吧，打理它一会儿哈。好，好，大爷找了叶子啊，打了打啊，然后就拿起来打个刀啊。来，这个啊，这个助理很着急啊啊。啊，晃了晃他的大金鱼啊，洗洗手。哎呀，最好了啊！过了白吧。主打的就是一个卫生。嗯。过了。哎。到了。这里洗完了啊。到了。嗯。好了。啊，助理又把水给倒上了。啊，行了。啊，哎呦，你做的鱼菜。还养个勤务员啊，勤务员啊，干啥还得洗手啊，对，养个勤务员，哎，讲究卫生，咱们主打的就是卫生，哎，经济实惠卫生，嗯，啊，这还有一盆水啊，大爷，就是有强迫症，有洁癖，嗯，大爷有强迫症，有洁癖啊，啊，不能看见水，看见水。必须要把手放里面，是吧，大爷？啊，大爷自己就笑了啊。哎，好了，哎，哎呀，哎，我的兄弟，怎么弄的？我那螺糊了，我以为鱼咬了你了。啊，说，有一次你给我做鱼，端上来了鱼还动，耶，我以为咬了你了啊。厉害，真厉害。大爷，你现在连盐也不加了哈？啊？现在你连盐都不加了啊？嗯。加盐。啊，加盐。啊，我是提醒你就加，不提醒你就不加。哎。哦，打开了他的宝藏。哟，这说的盐可不少啊！哎呦，我的天哪！哎，那把我齁死了！哦，这些鱼哦，啊，我以为放锅里边啊，不放锅里边，来，放锅里边。嗯，它在毁尸灭迹，是吗？我看到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哎，这回没有豆芽了，我看大爷你加啥？哎，大爷，哎，这回没豆芽了，我看你加啥？哎，这回没豆芽了，我看你加啥？哎，大爷思考一下吧。没豆芽了，我看你加什么？哎，没豆芽了，我看你加啥？葱花，也没加葱花。哦，有葱花啊。哦，没豆芽了，大爷有办法啊。葱花一模加完，哦，全部加进去。哎，咱不摸了啊。我是来给你收摊的啊。没豆芽了，加了葱花是对的啊。看他还能想啥招啊。哎，大爷搓了搓手啊。哎，哦，找豆腐啊，找豆腐，找的是豆腐啊，对，找豆腐啊，对，大家有的是办法，哎，加豆腐，哎，这个豆腐加完了，我还看你还能加啥？加能吗？哎，加这个啊，加这个啊，这啊，油靠出来的啊，这个厉害啊，这个厉害啊，加这个，这是应用，嗯。嗯，没豆芽，大爷是一样能做饭的啊！啊，还得找啥？找刀，打豆腐啊，打豆腐啊，嗯，然后进来也卡的是吧？行吗？啊，嗯，行，嗯，
就是没豆芽了，大爷是依然会做饭的啊。你们辟个谣啊，是吧？嗯。加上豆腐，哎，哪家都吃些啊，哪家都吃，哪家都那几个人下锅，真的，下锅，我就在这吃了啊，嗯，饺子妹的摊子，你啊、你上你那一块都吃的啊，都吃啊，嗯，啊、哦，拿个机票这个酒啊，不喝，拿、啊、不喝这个，嗯，哦，大爷摸出了两个蛋啊，谁说大爷没有豆芽不会做饭呢？谁说的？哎，插进去，啊，哎，这鸡蛋还挺好嘞，嗯，哎。加了豆腐，加了鸡蛋，哎，这回没什么东西加了吧？嗯，没有了吧？大爷没什么东西加了吧？嗯，没了，没有了。啊、哦，大爷找找看看。哦，嗯，好了，应该是没事了。感谢石墨哥啊，哦哦哦，加这个。哦你说鞋装吗？啊，鞋这个啊，这个鞋装吗？这个你看得上？就长两块啊，这是一印到底啊？哦，又摸着俩东西。嘿嘿嘿。哎，这个猪血啊，该说不说的啊，肚子有那个小毛孔啊，这个鞋好啊，补血。哎，好了，加点意思意思就行了，还加那么多吗？我就给你那点加工费，行，我要要行了啊！这回是确实没东西加了，我敢保证，绝对没东西加了。嗯，哦，加点水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啊！淋了，大爷，给我加点水。啊，对呀，嗯，再给他加点油脂，那个香。这个，嗯，啊，这个。这个大爷，哎，少加点，大爷少加点，少加点，哎，少加点，少加点，哎，不是他，好了，哎，好，啊，这回该加的都加了，没有了啊，这回确定没有了，嗯，哦。啊，这回终于能干上干了。啊，加调料。哦，花椒面是花椒面，不像花椒面啊。花椒面是花椒面吗？我压的，哎。花椒面什么？五炒一根。啊，炒一根。花椒面什么？这是三年了，这个豆腐，要可是这个花椒面。啊，这点花椒面三年了。嗯。啊，还有斤多了。啊，还有斤多。嗯。啊，还斤多。一共买了多少？你就干花椒都一千多斤。不是你一共买了多少花椒？嗯，给的啊，给了几斤？我年年上山那去给的，给了几斤？给有四斤，还有斤多。啊，三年一斤用三年了，一斤。这个十六天啊，一斤一年差不多。啊，那炖着吧，啊，炖着就行了。嗯，今天不要给了，食料再拖。嗯。啊，这一会儿不，一会儿没看见他又。你对这个卫生的要求这么严格吗？啊，你对这个卫生的要求这么严格吗？你不是不干净，又洗了两遍。你不发不洗干净，不洗干净不管啊，不洗干净不管。哎呦，你的一个菜没做完，洗了四遍。嗯，啊，第五遍。还好啊，这回是做了再洗的哈，上次是做完了洗的。是的。啊。哦，又拿出来叶子，哎，啊，没叶子不就糊啊，没叶子不管，洗不掉。嗯，哎，这回应该好了，好啊，这回是饭也算做完了，哎，也该洗手了，对，是吧？嗯，免会完成。啊，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完成了。啊，狠人呀！啊，大爷
每做一个菜啊都得尝尝味儿、嗯、哎呀嗯哎行了那行不是 你尝完味你为什么非得要吐呀你不吐不行吗啊你为什么尝完菜要吐出来那个就是不能咽苦辣啊不能咽吐苦辣苦辣辣啊哎好了吧去那个去那个盆行吗嗯这个盆不能放啊找个不锈钢盆吧啊先放着吧哎放里放袋子不行管不用袋子就放那里吧嗯好放好那个垫这又湿了哦谢谢啊大爷、嗯、你这个盆儿晚上不往床头放吗啊你这个盆儿晚上不放床头吧嗯要是空睡就挂上搁着啊车嘛就得搁冰箱里啊啊我害怕你晚上天黑睡觉前放床头、嗯、然后早晨拿出来嗯那个哦那就出彩的是搁冰箱里哦那我就放心了嗯啊，做鱼做好了，哎，鱼活了，这一锅光成本就得，哎呦呦，这一锅光成本就得几十块，那说不中啊，说不中，这一条鱼五十多，哎呀，五六斤，那五六斤没五六斤，这条鱼是三斤八两，啊，三斤八两，你这里边内容很丰富啊，那怪沉，哎，还怪沉，那可不是沉呗，你就说这多少斤多，啊，就这一块多少斤多，三斤八两的鱼，八块钱一斤，它比它比草鱼的那个鲤鱼还贵啊，鲤鱼七块，啊，这个，它着急走啊。这我发现它比鲤鱼还贵啊！哦，好了啊！哎呦，大爷，你确定这个盆晚上不往床头端啊？啊？你确定这个盆不晚上不往床头上端啊？端破肚子玩的。哎，我害怕你晚上端床头，第二天早晨得端出来啊！我就害怕这个。啊，我累了。哦，你确定那就行。哎呀，这汤啊，很白啊，很好，没加味精啊，大爷，嗯，味精调料都没加，就加了个盐，能行吗？刚味精来，没涨吗？没涨啊，拿到了，光顾着加这些东西了，哎呦，大爷一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事，啊，呦，哎，哎，会化了，哎呦你，这一波味精也最多吃个。干两斤就没了，哎，一两斤没了，啊，我们给买的，啊，谁给买的？我买的，啊，你买的，哎，这一点没到，出来这个，每五块钱差一个的，啊，五多块吗、啊？算了，不到了，就这样吧，哎呀，就这样吧，算了，哎呀，到点，无所谓，好好，算了，好了，哎，没什么家人了吧，就是，嗯。好了，快上来，好，快点边，哎，好了，大爷，哎，好了，下班了。